貂蝉五五开黑结，幻灵魅影他来了。今天用它对比老款皮肤逐梦之音，一起来看看谁的特效更好看吧。路程画面我更喜欢幻灵的，太美了呀。毫不夸张的说，这是小子见过王者最美的建模，爱了爱了。带接动作幻灵没有，逐梦居然有，这点逐梦加分。外形细品细品，虽说入场画面幻灵的脸特别好看，但在游戏内看不太清楚，外形打个平手了。微尘特效都没有，移动对比来看看。两个人移动的姿势和动作都一样，并没有谁更与众不同，打个平手了。普攻特效对比，逐梦释放蓝绿色特效，绿柱边会出现小方块，鼠拉鼠每次都是四块。幻灵释放金色火灵，过程中有很多粒子出来，绿柱边出现火焰和羽毛，普攻可以打个平手，各有千秋。一技能对比，逐梦释放巨大的蓝绿色钻石，过程中有很多机甲方块出来，命中目标打出被动，目标身上会爆出很多方块，最少十多块。幻灵释放火灵，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羽毛和星星，命中目标会爆发出火焰，同时释放来看看。一姐我更喜欢逐梦的，个人觉得六四开吧。二技能对比，逐梦释放脚下出现蓝色圆圈，随后很多元素冲向目标，目标头上会出现三条杠。幻灵释放脚下会出现人影，随后很多火焰冲向目标，目标头上的标志着火，同时释放来看看。二技能我个人更喜欢幻灵的，依然六四开，前面两个人都打得五五开，就看大招了。逐梦释放脚下会有很多蓝色方块在闪动着，大招边框有很多紫色炫光，头顶有蓝紫色灯光照耀。幻灵释放第一观感特效有点淡，边框有很多火焰和星星，幻灵脚下有火灵在闪烁着，同时释放来看看。大招个人更喜欢逐梦的，六四开吧。就要两款皮肤都对比好了，小伙伴们如果是你更喜欢哪款呢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表达你的看法。